喝琴州小菜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也是很老的店吧，金鲜鱼丸店。这还好，那边那个好多久，尤其那个中间那个区域。没事啊，这是鱼肉哎。奇鱼米粉汤。我要吃。啊？我要吃那个。哦好，那我要吃什么？你也吃那个。哦好，那我就跟你一样。好。好。你吃不吃红烧肉？我不知道什么红烧肉。红烧肉。红烧肉，红烧肉有肥肉吗？没有肥肉我就可以吃。OK， 可以啊。红烧肉，然后是那个炸的。鸡肉。嗯，鹅肉不吃。不吃，鹅肉不吃。啊，我只吃蛤蜊。嗯，那就好。然后等一下。快点。我觉得这只啊，跟 OM 大疆 OM 比起来，它可能平衡力没有很好，因为我手一动，它就会跟着动。这没有平衡。哦，没有，它只是。这不是稳定器。对啊，这不稳定。稳定器要过两千呢。对啊，我知道。bug 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所以我才问你要有没有稳定器啊？稳定器，他那一家厂商做一大堆。哦，没有，我已经有稳定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想说你不用用得好，你不用出去了。哎，你好，我要两个那个小的米粉，两个米粉，然后红烧肉，然后炒米菜。花椰菜也吃吗？嗯，对，花椰菜也吃。那个菜，是布拉伊。对啊，那不错，可以。布拉伊。花椰菜还要吗？花椰菜不要。好。有没有鸡蛋？鸡蛋卖吧。那是竹笋子。这是贵竹笋。对，我可以吃竹笋。可以啊，嗯，它是贵竹笋的。两个小的米粉。对。你要坐哪里？坐里面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啊。嗯，那坐里面好。两个人。还坐屁股啊？坐第一份呀。要什么？然后有两个米粉。三块带。要多少？三块。好的，谢谢。Thank you.
用啊，我不用，要也可以啊，就随便了、啊。要没有？你要新鲜不鲜？不要。嗯。这边有到地那种青草茶。可以啊。我是 Seven Eleven 的，都很好的。那个比 Seven Eleven 好喝。OK， 浓对不对？这游客中心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可以看。那配置怎么样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已经什么？路上参观的话，这边不能录啊。OK， 好。起立，敬礼，坐下。对，都很多燕窝。那这为什么没有卖燕窝吃的？他们有没有卖燕窝吃的？就是燕窝啊，直接给吃。哦，他们有人就是做，对啊。酸棒骨就是直接就是。不是，他卖燕窝的店，他会煮一碗一碗的、啊、给你吃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他卖你钱的、啊，那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青草茶，对吧？这是最老的台北城隍庙吗？最老的，这是最小的，最老的。拜一下，要拜啊！要啊！好，我不用点了，我不点了。这家做的这么帅，这钱都赚太多了。
哦，还有很多鱼翅，漂亮。小粉丝，小粉丝，这个很漂亮。你看，还有鱼蛋，你看那只猫，可能看了那个鱼翅很久了。嗯，好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猫很漂亮。人很肥，人很勇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、对啊，这都是透天厨、啊，透天厨、啊。哇，这只很肥啊。哇，你看他的肚子，像怀孕一样。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买这个桂圆肉啊，包装成这样的，很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这里有自己做这个、啊，在东南亚很多地方他们都会自己做这个。在后面做包装的。他还写自己是大清药王。迪化街一段，
这可以上楼去参观了。骆驼商标啊，三百八十。这只椅子怎么在这种地方出现？乱来的。你看这张椅子，乱来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金嘎的。春生，你看，这是1930年代的，这些都是李家的地盘。都是姓李的，你看1930年嘛，这是李家的他们的地盘，30年还是拜日据时代，莲花石，这里还有1945年美军的空照图，他准备来他们轰炸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在东南亚很多殖民地啊，盖的都比这边好。我说啊，东南亚很多那个法国人啊，还有那个英国人，对啊，日本人还是没办法跟那个英法比啊。对啊，他们那个日不落帝国。